现在机器上装的是一出三的二号模具啊，如果是二号模具换成一号模具换的话，它是要换托条的。首先这个托条要换，我们标好了，它这些螺丝松掉，然后放到一号模具的位置，哎，这是它的位置。这些托条下面我们标的是二号，就是对应托条的二号模具的托条的位置，把这个换过来，这轨道也换的。然后当然模具也要换，模具换的话跟我们一般的换模具都一样的，跟通常的。然后这个也是要换的，这个是铝合线，这个是要换的，从它出来铝合一个一个盒子出来，我们拍一下视频。首页还没有放 logo， 回头我们放上去补给你。这个是工作的页面，它机器动的时候有些它自己会显示哪个在动，对，你看这样子换，相应的会有显示的。好了吗？然后这个是定长，因为现在用的是白模，是定长的，用白模啊。如果是用彩模的话，就是光标哈。然后现在是模具二，你换的时候要把它切换成模具一，换模具之后，是。然后时间，这个现在是模具二的时间设置。要换的话，换成模具一就好了。它有两套，两套参数的。其他的平时都不用动，这是现在的温度。它就是在加热，显示关闭它就在关闭。然后的话，它后面来的话就是它这个航空插头。你电源那些不用关。电源这些都不用关，航空插头给它拔掉。稍微给它搞，一会弄的时候要插回去的时候再把它弄安全。然后管子弄好之后，这个是真空管道，真空皮管。等会儿。这个卡、这个扣松掉，然后拔掉。在有气的情况下，我们先把这个阀门关闭掉。这个是切刀的阀门，先阀门关闭掉，然后它会切下来嘛？刀会一直缠在那边，然后再放气。然后再拔管子啊，你不放气管子拔不掉，但是你放气前一定要把切刀先缩回去，先关了，对，就先放着。然后呢？然后前面拆螺丝，就拉出来。了解你那个拍的是多清晰，你对不准。八个大的螺丝跟对面一个八个大螺丝，就两个螺丝拆掉就可以拿掉了。行，你拆。这么快？那里面两个孔，这就是我们下模具要摆放的方向。千万不要从这么摆上去了，这样抽真空不好抽。顶对孔吗？哈。顶对孔，因为上模具也是这个方向，你弄反了的话，切刀就切不了。切刀就坏了吧。我在哪里拍好？就这样。
看有吗进去。那你推进去吧，我对着卡槽翻。然后整体的给他看。只要一卡上就可以听了。好了。听完之后，然后再从这里对螺丝孔。啊，螺丝孔对上。对。就扭吧哈。机固定好之后，航空插头拿出来。啊。这上面有五个孔的，反正是对孔就可以了。啊。这边上有卡槽的。是很好对。气管是颜色对颜色，这两根气管颜色不能弄乱，调换了啊。啊，对，颜色对颜色。那个不要粘紧啊。应该是这样，没关系，谁知道以后还要不要换？弄完之后这个。嗯，好了。啊，是二吗？啊，对，这个是二号模具。哦，它一回去缩回去就是二了，弹出来就是一。对对对。我以为二也弹出来，这就已经是二了，已经有了。然后，给它打开。换轨道了啊，这个是一初三的原来的那轨道，现在我们要换成另外一副轨道，就是一号模具一初二的轨道。对，螺丝都松掉了，然后换过来再锁紧就是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哈，然后锁紧就是了。其实现在这种设计换轨道也挺方便的哈。就是说怎么说呢，就是我们做起来定位不方便吧。我们这种更换形式嘛，就是最原始的硬件更换，就是有点土的意思。你就气缸子移来移去那种是比较智能的。这个就是这里松掉，现在是一初三的，现在换成一初二的，然后把它移到边上来，啊，对应的这个我画了大概画了一个记号做参考，啊，就移一边就好了。那个也要移，要都松好了，嗯，螺丝松掉，移了再拧紧。这个要位置要调一下，垂直的位置哈。嗯。那个是挂到底的。对。然后调到这里就跟上面持平。
这样就可以了。进去。OK。你把气给它放掉。那整表把它拿出来，就可以扔掉了。穿太多了。哦、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是放气啊、哦，放气这里可以挪动嘛？哎，对，就是可以活动的。然后这里呢，这个是气枪顶住就可以了，顶住，真正的一瞬间动。然后模式有方向，这个方向。可能跟材料有关。放膜就是送膜吧，这个的。这个方法聪明。你要弄哪一个？还是啊、哦？这个是定缠啊，他知道的吧？这英文。我跟他说。这个是定标。啊。啊，定标，他就跟那个黑色这边。啊。弄黑标，他会停掉的。哪个？哪里啊？黑的标在哪呢？画了一个。啊。黑点那个，他到了那个黑点，他就。好吧，那我对着他拍。那个好像你那个色标那个开关还没移到那个边上去吧？那是真的。哦，照了黑它就行了。啊，看到没有？那再来一个。对。位置不对，它位置不对，加左右移就可以了。哦。标就可以，到了黑点它就会自动好，知道吧？好，来。
已经画好了哈。啊，对，这就是还没到吗？这个只是参考的位置啊。啊。大概是这种位置，有时候它还是要进行一个微调，这不一定。那边要调哈。